咋回事啊？现在坏了啊！你在拍我？我看你也在拍我，所以我必须得礼尚往来嘛，是不是？记得给我开美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大双啊。咱们上期视频呢，我那个车呀，不把离合片子给烧了吗？当时是在那个索松村，索松村是，下边有一条小路，那条小路呢直通那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，然后下边是鸭绿藏布江，它高低差落直呢，就是直线那个高度得200多米，270多米，当时用无人机飞到谷底，还没有落地就已经270多米了，所以说很多朋友说，哎，这个坡看着也不陡啊，其实那个坡是很陡的，很多朋友通过视频呢，这个视觉感觉上是不陡，但是呢是特别陡。我这台车呢，当时下去的时候也是跟熊鹏大哥打个赌，熊鹏大哥说你这个车肯定下不去，其实我明知道我这个车下去肯定是上不来，然后他说没事，你要是真说上不来，我能保证给你拉上来，就这样我才把车开到谷底，不然的话那种路段我是不会下去的。但后来呢真就上不来了，然后呢熊鹏大哥就拖我的时候呢，我要是不加油他的车也是拖不动，他当时已经开了都D4了，就是那个低速四驱，拽我这个主车也是拽不动的。然后后来呢我得把我这个车起步哈，因为我这台车年限长了，扭矩扭力没有那么大了，就是抬离合如果不用半联动的话根本就起不来步，在那种半坡起步，半坡陡坡起步，还不是半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坡吧，陡坡起步不用半联动是根本起不来的，但用半联动呢那就是损害这个离合了，没有办法，真的就没有办法。后期呢熊猫大哥也踩着油门，我也踩着油门，用着半联动，然后起来步以后这把车整上来了，整以后呢这个车就离合片子就始终就是有点越来越薄了嘛，越来越薄了，然后我就对付给他开调了离合，这个拉线把离合拉线又调了调，一直对付到昨天我们往这个从索松村往拉萨走，在高速走的林拉公路嘛，走了一段国道又走了一段林拉公路，离拉萨还有1000多米，就是收检查站1000多米，这个离合器就彻底不好使了，就是不用踩离合就能挂档了，也不走道，怎么调也不管用了。然后呢当时是想着用那个拖车拖，先给那个交管部门打电话，然后咨询一下，他问我具体位置，我说离那个检查站还有个1000多米，后来他非常人性化啊，就是说因为在高速上是不容许私家车来拖车的，必须找这个拖牌车。然后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是你们几台车，我说我们三台车一起的，他说那你这样吧，说你离那个检查站也就1000多米了，你们自己拖吧，前面一台车后边一台车，前面是301大哥那个途观，后边是那个二黑的大通，途观拖着我，完了大通在后边保护着我，开着双闪，这是过了检查站。然后今天呢，昨天晚上咱就把车呀、一直拖到了拉萨啊，拖到拉萨这个停车场。来看一下这个停车场啊，这停车场应该朋友们肯定会很熟悉。当时有一个大车，一个货车发动不着，咱用那个庞哥那个拖拉机把它拖着了，就在这个位置，也是网红桥停车场啊。现在呢，咱把它支起来了，然后呢，旺仔也过来帮忙来了，旺弟过来帮忙来了。把那个变速箱先抬下来，然后呢看看是需要换三件套呢，还是只需要换那个离合片，先把拆来看一下，自己动手干吧，因为这边哎呀省点钱吧，是不是换个离合片呢，去拆的话工时费没有个400-500块钱是下不来的，加上配件就得1800块钱。因为我这台车呀是18年的老的车了，很多朋友嘛就是在那个评论区啊说是我不会开车，咱这样吧，可以打个赌，还是同样的位置啊，我就去打个赌，还是同样的位置，我这台车还是那个位置，如果谁不相信说是半联动必须不用半联动就能起来步，挂上档就能跑，谁不相信谁来了以后，如果说你不挂半联动你能上来，
往返机票我给你报了，我呢再给你请你吃顿大餐啊，临走了还得给你拿点特产，就是我敢打这个赌啊，我这台车那种环境下你不用大半联动根本就是不行的。我也心疼这台车，但没有办法，因为这台车属实是太那什么了，太面了，该开整吧，咋整，开干。朋友们啊，自己动手了，省点钱全买工具了。来，你们看一下我买啥了。就不想花工时费，然后自己修，我买两个六吨的马凳，是吧？买两个六吨的马凳，你们这还弄不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漏油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先不用管，没事，配件也买回来了。啊，买了一个这个啊，骆驼牌的那个。骆驼牌的那个离合片，然后这刹车片也不行了，得换刹车片，也得换啊，继电器也得换，这个机脚垫也得换，然后这个分离轴承，分离轴承这都得换，全买回来了，多不说少不落，开干开壳。你说哪块漏油，你也不缺、啊、好的、啊、你也不缺、啊、缺这头剃得找个盆子把油接住，这油干啥，没有油啊、没有油，谁告诉你放油啊，兄弟？那里面有油，不放油。我之前换过。不放油。不放油。你先卸之后呢，我们给你拖着。那我。先干，先把这个爪子，对，把这个支臂干了。不是，把这个先拿去。传送轴。对，那个拿去。二黑也快出图了，快修车了，好，拿来，哎，把这个线拽了，线好被整折了，这不用我动手了，我看他。我们现在在拉萨。你得动手啊！不用动手了。要不动手啊？你俩搁这帮我忙，还要动手？我要给你弄坏了，都给他。你把这拽着，弄坏了，我们可以给你当辅助。走，拉萨，走。好，我操，砸着你的。还能坐下啊，这坐下来行。您那个把别顶着脸了啊。三个人得歇这个呀，是吧？旁边老乡再点一下，看不了。你要歇哪儿？你歇这个。我歇那个。我操，你给我一个。你卸离合器那个箱，你卸变速箱干啥呀？我卸里面是吧？对。哦，明白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什么？是里面那个地方有那个对那个盘子是吧？这机脚垫也坏了，机脚垫就没有配件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变形的，一会给它改一下子。这个脚垫，脚垫断了，这个脚垫断了，看这。断了，买了一个变形的嘛，这不，然后把它一会儿给改一下子。你这玩意儿，再修一个，对不对？这玩意儿坏了，就把它安上，就有点变形，又给它正过来，等高电焊再焊一下。还有电焊，后边那个焊机是吧？对，焊卸了吗？有，老爸没卸啊。有人在上面卸挡把吗？还用我干活吗？今天呢？好，这不，我不想干活了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我想当老板。你好，你好，妹妹。啊，不，对，我的车。咋回事啊？现在坏了。啊。你在拍我？我看你也在拍我，所以我必须得礼尚往来嘛，是不是？记得给我开美颜。啊，没问题，给你调一下色可以。两万把这个卸了，我们不来美女了吧？能帮上忙吗？能帮上忙啊，你帮我抬，你能钻里去吗？帮我抬一下，自己一个人是吧？不是啊，我们两个人。那上一边去吧，去。那个男的女的？男的。那上边上这边，当我事干活。把上面卸了之后，我们在下面。两口子了。工具，你有电焊机吗？没有，你净说我没有的，能不能说点我有的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有啊。那拉倒吧。哎呀，该有的你们没有，不该有都有。车上发电机放哪了，兄弟？发电机在后边啊。哥，你手放哪？
没有手套了，找不着了。砸着你脑袋，起来！我，哎呀，我下边拆那个，我在下边上面拆挡棒。像那么事儿啊，拆来了，把挡把拆来了。有挡啥了？我上把挡把拆了，我挡拆了。看我看着，我想帮忙帮不上啊，这里边高山那么多人呢，是不是？师傅就不用你了。好，有大师傅上手了，河南二黑大师傅，二师傅。今天二黑没有话上手了，你看大头就开始出懒了。在广西更加严重啊！浙江相声的时候讲普通话比较那个。给我好好干啊！晚上夹菜。好，好，好嘞，你也吃腰子啦！晚上烤腰吃。晚上烤腰子吃。这种复杂的就得我干呗，简单的他们干。等下又焊地直焊上啊。对。横平竖直了吧？这个太恶心了。一会儿焊机点两点焊就可以了。这个玩意儿，那个老板吧，他只会卖件，他都不会修。卖40块钱一个，我说你这都歪了，给我找个好的。找半天找不着，就这一个了。我说你就这一个歪了，我说你便宜点吧。他说30给你们。我说行。这刚才歪了，我挣过来了。不用点。这都是这。不用点也行。不用点，上上面装个十个。它是往下压，往下压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修好了，这你看高科技就修好了。然后看一下，比量一下了。这哪高科技的？你比量比量。啊，这几个螺丝叫高科技。这复杂的活我干，像那种小来小去的力气活让给徒弟们干，是吧？坏了，这成猪毛了里头，跟猪毛似的，烧着了，烧着了，烧着了。啥也没有了，那不是磨成这样了，你们看，一点都没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烧着了，就没有地方，全成这样，嗯，山东的味道，这也废了，分离组成了，我去，你们看，它能开个多少？200多是吧？300公里，你知道这儿，能开过来就不错了，队友开过来，对呀。好、哦，下来了，是这个是吧？这东西坏了，这个东西坏了，这个、然后离合片也坏了。你看，离合片往上顶看，离合片。你黄油吗？黄油有，哎，必须有黄油。看看，全拆来了。压盘没事儿。压盘没事吗？压盘没事，压盘没事，压盘不用换，又是给我省钱了。啊，这边没了，哪是内侧？这边是内侧吧？是，扣上去的。双哥，啊，不行的话，这玩意儿，啊，给你整点胶粘上，再你再搞点唾沫粘上得了吧？整点胶，我看是不是这是不是真的？我看，要不把它粘？我看是不是真骆驼？假的，假骆驼，你这都完了，你看什么？假骆驼来掉过来看，掉过来，哎，真骆驼，来看这边来，掉过来，假骆驼。这骆驼跟那没法比，你看这个，纹路一样吗？是鬃吗？不一样，假的，不一样，跟那没质量一看就不一样，嗯，质量一看就不一样。啊啊，假货多，嗯，呀，你要高级在哪纹呢？那个纹，你看这边那个纹路啥的，哎，不行，这质量就不行。把这清理清理，擦，看看这个压盘没问题是吧？压盘没问题，压盘没问题，一点没变形，给我纸擦一擦，到时候。拿纸擦一擦，拿去看看。掉上啊？没问题，把这磨没了。清理清理。这样。清理清理，我把这个里头整了。别上法了。哎呀，整下来了。上不法。现在往上上牙盘和离合片啊。离合片、牙盘上完以后，再把变装箱抬上去就 OK 了。这样。又省好几百元呢。稍微大声。又省好几百元呢，这样。有灯呢，他来拧螺丝，刚把一轴对上，现在往上拧螺丝呢。大冬
基本上是大功告成了，螺丝上上就可以了。那个启动一根假针先别上啊。哦，对上了对上了，一周对上了。把那个脚垫，我一会儿把脚垫卸上也换上，先带上铝螺丝。不吃了不吃了，先把这组分开，要大家的车。带上几个螺丝了？带上一个，我这边一个。给我垫扳子，给我垫扳子。不是在修车，就是在修车的路上。啊，撒下吧。我撒就行了，垫住了哈，好，这正好。嘎嘎的，出去吧。哎呀，这 OK 了，就成功了，这就。我，哎，正好，可以可以。现在马上完事了，咱们把这个把轮盘拧上拧了，把轮盘的螺丝拧就 OK 了。16的，这个肯定有16，搁这拧。你那块的电扳子好能整上去吗？来来，我憋着它，你整，你搞电扳子，那俩较紧了吗？那两个螺丝较紧一个，这一个不行啊，因为我人也憋着。掉下来，往上推的你紧啊！我操！来来，对上对上，对上，你把箭头对上啊，箭头。没有沙子吗？看里边。对，箭头对上了吗？是箭头吗？等一下，你往下落。哎，箭头是这个吗？在那个啥，出来。对上了，是箭头对没毛病吗？嗯。要不要调动平衡的？行了。好。哎，我删的。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就这样。好吗？车修好了，陆地小坦克，霸王小王子，呵呵，又可以重出江湖了。好了，出来 ，O 不 OK？ 来来，我先看看了，还没试车呢。走，大爷，把那个拿走，大爷，试车呢。先等会儿再说。先别走，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哦，可以了，我以为这个还挂着呢。可以往前走了。我去，垃圾！他又晚了。不对，起开起开！怎么瞎了个眼啊？灯没了？怎么一个灯亮啊？哎呀，我操！行了，可以晚上气就大啊！开一圈，开一圈，可以了，哈哈哈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这是永旺啊！好了，叫永旺是吧？好了，欧耶。陆地小坦克又滚那鬼 OK 哈哈哈哈又嘚瑟起来了，到没问题呀，到啊到啊，就停那儿了，是吧？啊，车不管是哪里坏啊都可以修啊，这下又没问题了，就是冒黑烟。嗯，我怎样？加油！换了吧，大哥。好了，又可以嘚瑟了。
可以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马上把这个地方打扫一下，这个一扫就可以了，没有漏油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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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走走走，牛逼！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晚上我们吃腰子去啊！赶紧收拾吧。